们是 Infinite Quartet， 要有精神一点，你的声音那么弱，很懒散。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四重奏，是临时演员吗？大家好，我们是 Infinite Quartet。其实就是会想到说啊，他受耳疾之苦，然后真的就是，也许就是耳朵听到里面的那个噪音，然后他那个反差跟他那个噔噔的那个快乐的东西，他其实就是有这种很大的性格上面的对比。就是有一部分也有可能是他内心充满了这么多丰富的音乐 ，but yet 他听不到，他跟外界沟通的是需要跟人家用写字的。我觉得这个是用很艰难，他有满腔的热情，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出来，他只能付诸在音符上面。接下来有着五年的新计划，发现贝多芬系列，希望有你们陪我们一起成长。接下来的五年，我们不见不散。